加拿大多伦多速龙队正在庆祝球队在历史上首次获得全国篮球协会锦标赛总冠军。速龙在主场以些微差距分数击败卫冕冠军的金州勇士队，取得 NBA 总冠军。多伦多速龙在比赛结束的时候获得历史性的比数114-110分后，球迷庆祝速龙获胜，速龙成为美国以外第一支赢得 NBA 总冠军的球队。速龙在7场比赛当中赢得4场比赛。